欢迎各位来到医务护理暨领导品牌金纺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第三季芒果 TV 特别节目《听爸爸的话》，我们也要感谢天美健健康营养品的赞助播出。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小半年过去了。在这场美丽的收官结束的时候，各位老爸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是不是？说说，不说没机会了啊！我还没醒呢，我还没醒呢。没有，姜老师录节目录到现在，我们还要把这种过程展现给别人。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为我们这六个爸爸自己鼓掌。然后你知道这为什么你中间进来了吗？因为我们太正面了，没反面的，这是赖着进来啊。和这宝强来是典型啊，都给垫底的，是垫底的。我想跟宝强聊天还说呢，觉得宝强有点遗憾，因为我们往后边录，娜娜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可爱，更早一点。他现在的就是放松了，和其他的小朋友哥哥姐姐们一起都熟了，对，熟了，不找爸爸也可以了。现在他好多钱，七步走，一二一。你可以继续坚持吗？猴子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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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是特别的懂，但是他有点排斥，但是现在已经接受了，接受我了，就是我教育我给他说话什么他都已经听进去了。给爸爸加油，好啊，好，所以爸爸力量，爸爸可以坚持住的，好啊，不怕不怕，来来往前走，往前走。哎，爸爸娜娜，哦，娜娜走，加油加油，站来，好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你安享走。爸爸别唱，爸爸你吃饱了吗？我还没吃。对呀、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忘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我不承认谁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很好，就是怎么说呢？哎，师哥。我这衣服是借的。不是，我觉得最深层的东西，等孩子长到一定岁数的时候，把这套片子拿出来给他们去看的时候。会勾起孩子很多很多对家庭、对所有的那种责任、那种担当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师哥的意思啊，总结的是什么呢？就孩子长大了哈，给他看这节目，说这十几二十年，爸爸不是没管过你，有证据，有证据，是吧？是这意思吧？是不是？昨天晚上录完像以后啊，咱们这个剧照小王啊，给了我一个影集，我相信每个爸爸都有吧？是吧？哎。我怎么没有呢？有肯定有。谁小王？把小王叫出来。哎呦我的妈！我就看那些照片哈，一张一张的哈，倍儿亲切，倍儿感慨。这才半年的时间，如果过去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第一味道。爸爸，我爱你。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处的地方，就是说我就能。拍到我能看到的，我不在的时候对人家好，有礼貌。摸摸他吗？谢谢。大姐，你要拍吗？要。姐姐保护你好不好？看，天会保护你的牙齿，呱呱呱。现在吃得到。我还可以买那个吗？因为我那个妹妹喜欢吃。谢谢阿姨。然后跟他的哥们很好，我说看，就说康康拉他的手，他怕的地方，把他从那些楼梯把他带下去了。慢点，我也是负责你，我上了你可以慢点。然后有这个运气，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有没有那么怕未来？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也是最牛最牛的，就是都来到这儿，没事，他被掐了的是吧？最牛的就是来到了这儿，拍了这些，拍了这个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最满足的就是带萱萱来，教他怎么去勇敢，怎么坚强，怎么去宽容，怎么去包容这个世界。好啊！我都要被摔疯了！爸
爸爸顺顺，哎，孙孙加油！大家一起吃是不是更好吃？分享给大家是不是更好吃？是不是？我要抱你。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已经很满足，然后很感恩的，我觉得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真的是通过节目，孩子什么样，看到我跟孩子在一起什么样，让自己成长。哎呦，原来我还那么不成熟。哎，小点声。没有，刘月珠，我还是孩子呢。节目完了之后，还真的需要很多时间沟通，包括你看第一集的时候。跟诺一我俩啊就没话。我前几年见观音菩萨，他劝我跟你一起聊会儿天儿。见观音菩萨，就现在就愿意分享吧。我最想送给我爸爸。啊，感觉自己美美的。来，你的早餐还有你的小屁泥玩的。啊，嗯，哥，你每次都喜欢我吗？我永远爱你，诺一。那你笑一下。帮助挺大的，这个。通过昨天的节目，我发现大家的英文水平都挺高的哈，除了夏克力之外哈。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宝江英文水平最好。没有，我不承认我英语不好，我英语很好，我教过他呢，我教过他呢。我是专门教过他英语。看左姐，你们听到吗 ？Happy Happy Happy。介绍一下自己。宝强咋样？咱们就好过国了。好过了。怎么说？那徒弟，你帮我翻译一下。你帮我翻译。宝强准备要介绍自己了。你把手背过去。大家好。哦，等一下。我要讲英文。哎，你搞错了，搞错了。Silly me, English. My name is Gao Chang. I'm happy to see you. I am very happy to be in Western Australia. It is so beautiful here. Oh my. Oh. 拜拜！我好说的，建哥，其实你儿子英文太不错了。其实你儿子英文太不错了。你看，你看，我就英文，你腰不好，你还我去看这么高难度的动作。Is one, or is two, let's come to school。见面说声 How are you？ 是这意思吗 ？Very good, very good。啊，谢谢。那我觉得就到今天，然后我让我最想讲的就是。Yesterday once more, yeah, right, yeah. 是不是就这么正确？ Yeah, like do yesterday again. 咱俩汗都下来了，太阳太晒，看先进会儿。My English is very poor. 我昨天晚上是聊天，用英文聊，差不多半个小时，他都是跟我讲英文的。Really? 可以啊，你忘记了。My name is 刘胡军，军户，军户。My name is 军户。I have a boy.He is very, very good. Thank you. OK. 军哥这个英语比较好，就对我们基本上不太懂英语的人都能听明白。让大家听明白，这个很神奇。叶哥，来。This time we come to East Australia, and we touched the happy ending already, and we hold six families. Now we together.We together be friendly. Friends. And maybe. 想和明星父子互动吗？通过网易邮箱大师给我们写信吧。Talk about now 20 years what happened. I think we can smile. 就评分一下，刚才谁讲的比较好？我觉得王宝强很厉害。对，我看最标准，说的最多是吧？对，说的最多。